走散了。昨天晚上我还特地画了一个地图，我想去的一个冰淇淋店，这是一个陶社，这是沙滩。哎，那个就是土耳其冰淇淋，咱们去冰淇淋吧。土耳其冰淇淋啊，好。啊，终于要到我们了，好紧张啊。挺有嚼劲儿的啊，拉丝儿。中午可以一起吃个饭啊。可以啊，乖兮兮的，好可爱啊。对啊，要摸一下吗？我不敢摸。为什么不敢摸？我不想打扰他睡觉的，不要打扰他。把这个给你弄下来了，你把这放进去。好了，这个我解决。好，可以。先干嘛？你吃了吗？哦，没在拍 after 拍吗？拍，别拍了。哦，还回得去吗？哪儿呢？这也得找一下。这从这次回来好一点。我大概慢慢也熟了。哦，天哪，完了！我带纸了，没事啊，一下就下掉了。拿那一杯，你拿这杯不洒了，没事。还搁这儿呢，你让他挑一杯。哦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也洒了一路。我俩对不起你。没事儿。王总，他俩干嘛呢？他这俩人一拉着小手，开开心心的蹦蹦跳跳的。王总不像是能蹦蹦跳跳的吧？他应该可以，他只是现在还没有开放开。张曼，你吃辣吗呢？一份辣，一份不辣吧。其他的正常，一份辣，一份不辣吧。OK， 你吃葱吗？吃，都吃。谢谢。走了。走了。哇，太不容易了。把这个辣的比辣的好吃，辣的好吃啊。别动，嘴上还有一点。听没听过一句话叫，就是吃的是什么味儿的猪蹄不重要，和什么样的人吃猪蹄最重要。同样形式的话听过。下午咱们几个能见面吗？应该肯定会见到的。哇，都大家都想去看最好票，最好看的地方。哎。